乡亲啊，好，高炸高炸吼，大家平安，大家平安。我是曾淼宏曾教授吼，电机博士。今仔来遮吼，跟咱乡亲交换知识啦。啊，交换啥物知识呢？从蔡英文啊，来 headline 吼，从蔡英文如何操纵亡国论，看赖清德的所谓小党不可以监督大党。Headline， 从蔡英文如何操纵亡国感，看赖清德的所谓小党不可以监督大党。嚯，即马是安尼啦，以我哈。国防专业的立场吼来讲起来，即马足奇怪的呢，即马吼人咧讲啊，人咧讲啦吼，即马吼台湾已经无咧反共啊呢，台湾已经不反共，啊谁反共？现在变成哦，川普在反共，啊川普的反共是源自于吼美国。共和党、民主党全部的共同的意志力在反共啊！即马咱台湾无反共啊呢？吼、哦、啊！我即马我呢意思就是讲吼，目前以美中贸易战打到目前的趋势看来哦，台湾即马吼是吼通世界第一安全的啦，通世界的第一安全啦。啊，准讲真正要拍，我跟你讲啊，台湾了唔是了唔是吼了唔是。local 的问题，台湾是吼 global 是世界级的问题啦，啊，所以讲台湾目前的情形吼是足安全的，是足安全的。我跟你讲啊，啊，若准讲真正吼，若美国吼若无插手吼，啊，即摆是讲啊嘞，因为我今天的主题不是在讲这里，吼，咱台湾目前的情形是足安全的，是足安全的，啊，蔡英文吼。就要一直在操纵台湾要有亡国，台湾要灭亡了。你吃较歹，吼、哦，你吃较歹。即摆是吼，上届吼糟糕的情形是怎么样呢？民进党这些人吼，他们操纵国内的所有媒体呢。咱台湾人吼，基本上的习惯拢是看三明治嘛、三立嘛、民视嘛、自由时报嘛，啊，这三个报纸吼被全面的封锁。去好吼，去好蔡英文威秀的所谓民进党吼，以二十世纪的脑袋吼全面封锁。所以讲吼，我彭文正彭教授吼啊，这个杨宪宏吼啊个啊个非常大声吼啊个欧崇进吼啊个反正吼。这点人讲的哈，全部被三明治封杀了，哈，三明治封杀哈，导致哈，咱台湾的本土甚至少年的哈，拢唔知啊哈，蔡英文是一个诈骗36年的惯犯呢，因为大家拢看三明治习惯嘛，啊，看习惯以后哈，看啊怎啊，大家哈。弄怎硬去咧？第一啦，美中贸易战已经拍到吼，美中共吼，共产党要拍了，啊，内忧外患要拍了。从经济战、金融战、贸易战哦，安尼个写啊吼，中国共产党若要划过吼，今年的圣诞节吼，我那感觉就意外啦，因为吼随时都有状况，就像当年雷根总统吼打趴苏联。解体一样，啊，中国搞不好明天早上醒来就解体了。但是所有的这些新闻哈，全部三明治都不报，三明治都不报了。啊，所以说哈 ，YouTube 现在是这样子啦。现在哈，我以经济学长中短期的角度哈来观察哈 ，YouTube。可能会没收全世界所有的电视台跟新闻媒体。像那讲呢 ，YouTube 哈、哦，
他提供了一个公平的平台啊，他提供了一个客观的平台。反正哦，每一个地方、每一个地区，他们对政治上的思考，哦，什么东西哈，哎，都有各个立场。但是呢，他们提供这个平台，你讲他坏话，他讲你坏。他不想去判断坏，只要哈烧杀抢劫啦，那一路哈，然后虐婴啊那种哈比较不道德的，不要上去。然后所有哈这些哈国内的政情，他全部都以客观的立场让你摆上去了啊。所以说哈，哎，现在所有知性的媒体哈，已经哈所有的小众媒体嘛被大众媒体轰杀，怎么办？只有透过 YouTube 来转达。所以长中短经济学、长中短期的角度来看，世界上所有的电视台可能会慢慢的被 YouTube 没收，不是没收，是大家小众媒体的这些很有名望的、很出名的这些这个制作自媒体人员会把自己所精心制作的媒体media 送到 YouTube， 让全世界的人去点阅啊。起码变成安了，因为传统的二十世纪传统的大众媒体全部因为商业因素被政治因素所绑架。什么叫商业因素被政治因素所绑架？跟他民进党这挂。他就把三明治所有的对执政党的批判全部轰杀了。小弟我古早时代 long time ago 还有在投自由时报，并还有在用，三五年来都没了，因为小弟的言论太尖锐，所以说三明治把我前面轰杀，所以我只好制作媒体上来啊。所以说我的意思是说这个执政党蔡英文他们用二十世纪的思考逻辑在钳制所有人民的思考以及未来的走向。告诉我干单告诉我干人告诉我干单人民的思考逻辑是你这样子可以钳制的吗？没有YouTube， 所以说也建议国人尽量往 YouTube 改变你的思考习惯，不要透过三明治来做思考，请你透过 YouTube 来啊。YouTube 上面如果要看我以上所讲的东西的话美中贸易战的结果的话，你去看大纪元，这个大纪元这个这些东西都是非常客观的，他们讲出来的。好，那我们再看看赖清德所谓的小党不可以监督大党啊，这个叫做执政党应该受任何人，不要说党，任何人的监督了。我跟你讲现在我小弟简单去给咱乡亲解释一下，小弟在三个月前还是某一个小党的主席呢。我跟你讲，咱台湾有300几个小党啦，我那个小党我那时候2年前了，我也是莫名其妙就接下来当党主席的，我才发现蔡英文他们执政党对小党的钳制，以前没有，以前马英九时代还没有对小党钳制这个小党的钳制是民进党这挂，蔡英文这挂起来以后全面的修改党政法规了，修改党政法。较早你要爱作动，那是领导的代志，要来作动，来拢来作动。即马说安那呢？任何的小党很简单，你是登记内政部登记的小党很简单，来每年会计师报表，找会计师签证了，每年的会计师签证一次签证10000块，两个地方我跟你讲，内政部一个，监察院一个，然后呢相互又互相勾结激增的，我讲一句话，勾结激增啊，为着一个20块啦。为了20块钱，我那个小党为了20块钱，监察院院长盖个名字，花纹到我这边来说你们的资产负债表、损益表
少了20块钱呐、啊。哎、欸，拜托哎、欸，你们每天的公文的来往，你要总要比例原则嘛。你们关我看关那个花纹动作哦，承办人、客调哦啊，再来哈、哦，总务组什么东西啊？你看不拉出来哦。想盖这吼、個，要看咩日本哦，买有20000块的钟点费，来问我这20块啦，我想20亿的，20万的，唔是呢，这个比例原则啦。咱今嘛这个激进动吼，已经发展到吼、哦，把这个300多个国内300多个讲起300多个政党吼、哦，讲句话真的，所有的吃喝拉撒睡，拢是董主席出人阿票啦，拢是我出家己出人阿票啦。哦，阿、啊、哥还要要求我会计师签证，那会计师签证上下不到3-5千块的东西，还要会计师签证花10000块，然后相互勾结激增以后，你少20块就发个文出来。我知道，依照会计学理论哈、哦，资产负债表 （balance sheet）、损益表 （income statement） 他们都应该是勾结是激增是绝对 match 的啦。哦、啊，少20块就是不对啦。啊，对，哎，那个总金额也不会超过12000万呐。啊，叫我去开20000块啦，啊，去签证啦，然后签证完了还要怎么样呢？所有哈、哦、还要去法院，法院哈、哦、还要去法院怎么样？哎，然后呢，所有参与会议的人都要交出身份证的正本，啊，你要修改党主席啊，修改规则，还要所有与会人员的所有的身份证的正本呢。哎，这我讲啊。真白马研究时代无，是今嘛蔡英文以及挂民进党诶，哦，专门干这个事，因为他们以前是诈骗老手出来嘛，诈骗老手他们知道怎么样的弄嘛，所以说哦，要把这些小党还没有成型以前，如果把它消灭掉了，啊，所以说啊，没有消灭掉的赖清德就讲说哈、哦，小党不可以监督大党，我跟你讲啦，所有的这些哈、哦、不要脸的无耻做法。我也感觉哈，都违背了宪法、人民集会、结社等等等等的自由啦，哦啊，所以讲我讲哈，甚至于现在一样是这种说法，执政党想把所有哈的小党全部歼灭，歼灭以后呢，让舞台上面只剩下民进党的蔡英文、国民党的韩国瑜。两个人对干，啊，两个人对干呢？这个我讲你听啦，啊，这两个不动的动，不动的，你选个民进党，现在目前哦，这个诈骗惯犯呢，36年的诈骗惯犯呢，他的博士论文哦，啊，有文凭呢，就你文凭有咩啊？有咩啊？淘宝网都可以买啊，对不对？啊，所以说哈、哦，台湾人就是要小党监督大党。为什么？因为目前台面上这两个大党，民进党，你如果选了民进党，等于哈、哦、让台湾的主流民主政体哈、哦、倒退40档了。啊，你若选到国民党啊，哦，你和咱台湾的主流民主哈、哦、倒退70档了，从1948年算到现在了。所以说哈、哦，目前咱台湾的政治状况哈、哦、是哈、哦，民进党是一碗喷的，国民党。是烧水了，啊！民进党他们就是串用这个派米啊，就是要让你在哈喷他们缩水之间去挑一个，安尼你选哪类？安尼你选哪类？我跟你讲，咱台湾太好个啊，你不知啊？台湾不是没有钱，只是贼太多了哦，全部在做公门呐，所有贪污这些贪官污吏，连同司法都一起被绑架呢。哎、欸，你所有什么走私香烟呐、啊，哈啊，这个什么 money laundry 啊，哈，哎、欸，还有庆富案啊，什么有的没的哈，司法全部被绑架呢，哎、欸，白书官，这民进党的是国民党的完全守法，所以哈、哦，这个两党一个是喷，一个是烧水，我们还能够寄予什么希望吗？所以说啊，台湾的小微福利哈。爱参考一下外国的，哦，咱台湾目前上个重要吼，英法族照顾跟婴幼儿的托婴嘛，这两个是上个重要的问题嘛。啊，英法族照顾最简单的呀、啊，哦，把那些贪污下来的什么赵丰银案，人民的税收交出去56万摆平，这个物件
退里面，把所有的社区的国小、国中闲置的教室改建为哈托婴中心，改建为萤火族免费早中午餐、卡拉 OK、图书馆以及学习中心呐、啊。哎，所有贪污的成本搬过来，全部拢我当这搞了。所以讲哈，台湾不是没有钱，只是贼太多。那怎么办？基本从第三 third party 第三党，第三党里面哈、哦，来，起码是哈、哦，起码是哈、哦，卢秀莲，喜乐岛的李秀莲，这个人哈、哦，他不晓得什么叫贪污啊，在他的他有生之年呢、哦，他生下来到现在，我看他不晓得什么叫贪污的。大家说良心话，做良心事，赚良心钱。哎，所有的省下来的所有的税收啊，全部来做社会福利，让老年萤火族的照护以及老年的托婴哈、哦，全部哈、哦，问题解决，这是咱台湾目前上最重要的问题啦。啊，所以说现在离喜乐岛李秀莲的联署哈、哦，还剩下四天，拜托哎，咱乡亲哈去 7-11。去 7-11、哦啊、大家联署李秀莲，不要贪污就好。台湾没什么，台湾的国土安全是没有问题的。台湾的国土安全是没有问题的。中国人大头哈家，中国人要死啊！中国人干呐应付、哦、美中贸易战，透过贸易战、金融战，哈、哦，还有点点点点后面的、哦、已经让习近平的政权、哦不保了，快要不保，伊要搁加活三冬啊吼，三个月啊吼，人也无要应准伊活三个月啊，所以讲吼，台湾的国土安全是没有问题的。蔡文你得较注意，你不要老是在那边哦玩弄亡国感，对台湾人吼阿爸欺骗，这个诈骗惯犯，所以讲吼最好杀你，最好我你，拜托啊，联署台湾的良心，喜乐岛李秀莲。可以进入哈、哦、总统大选的榜单里面，好难扛，好难扛。哦啊，至于哈、哦，至于以上我的所有的言论，哦，咱乡亲，家己参考，我讲了唔对，这两个党是不动啊，叫做台湾话叫做不动了、啊。哦，选了民进党，台湾倒退40年；选了国民党，台湾倒退70年。不当算嘛，只有哈、哦，卢秀莲，喜乐岛的李秀莲，台湾唯一的政治良心李秀莲，拜托乡亲 ，Thank you very much， 谢谢。